上海人准备高考。你爸对你说的。聪聪啊，不要太紧张哦，放轻松点。最后几天了，病一病，好好休息，保持好状态，只要考好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考不好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到辰光考也考好了，还好哪能办呢？只要侬尽力了，不管侬成绩哪能，爸爸才开心啊。你听到的。哎，侬这小舅，我跟侬讲啊，侬要是考不好，下趟侬就是讨饭也讨不着的。我反正就养到侬十八岁啊，下趟就看侬自家了。侬是吃辣吃好，困马路好，把我在浑身不得个。等侬考好，我也轻松了，侬就好带开了。你爸对别人说的。俺们叫等这小舅考好呢，是要带伊出去白相相，放松放松。小舅现在长大了，倒是也有眼舍不得。反正呢，我逼嘛也逼过了，实在是考不出嘛。反正屋里向房子也不缺的，到辰光再帮伊买部车子，也没事。送考当天，哎，聪聪啊，考试前头要准备好眼啥，侬还记得吗？嗯，随康牛要做好，考试准备放放好，上证精神老重要，心态放平，不要慌张，轻松上榜，好叫考，懂哦？加油！